我也想来把乌鸦，下一把我来个乌鸦，我来个乌鸦，出个冰杖，欢迎来到英雄联盟，带个疾跑闪现。我的大衣比这里所有东西加起来都更值钱。敌军还有30秒到达战场，碾碎他！臭水沟的耗子，你见过我老爸吗？他就像你一样混蛋。谢谢你的10块。本来都是很好玩的，赶紧跑，一会儿就过来人，你知道吧？过来包我了，赶紧跑，赶紧跑，可不行，一会儿给我整个来人过来，我就完了。全军出击！怎么的呢？不仅10块，我一波兵还能直接升2。为什么不是无限火力呢？玩无限火力老他妈在那喷，不玩了。我并不喜欢那技能，2秒钟一个还在那喷喷喷的，不那喷个啥玩意儿呢？看不见小兵了，这谁都想和我一样，可惜吸血鬼结账。我曾经在厂子里流血流汗替别人赚钱，现在反过来了，我更喜欢这样。回来吧你，阿杜根，那你可行吗？你打偏了，他闪了是吧？他闪没闪？他是不是闪现了？我就知道有人指定得说他没闪，我他妈都知道他闪了，你跟我还在这说他没闪呢？车没补着吧？哎，我就故意说的，我说他闪没闪？哎，有人在那呢，我看看都谁啊？我看看都谁。没，你看哈，没还带个牌儿，又在那没，好像有两下子就骗。
我知道他闪现了，无意问他闪没闪，我就想看看到底有几个人说没的。下回就不能控制了。瞎眼吧！我得来个步点鞋，要不跑得太慢了，追不上了，容易被风筝。起飞了！谁敢来？啊！我就想问谁敢来。一点血，很庆幸的是我不用自己。我到了，我溜了，给你个啥吧，就给歪了。快走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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有些假你是不是以为我走了？嗯，我就不走，我还是走吧。他溜了，算了算了算了。你捡了一条命啊！赶紧来个步点还。每秒回10的血，像嗑药了一样。是啊，哎，你说那晚豪的被动跟猴的被动怎么差那么多呢？还有那蒙多的被动啊，以前蒙多的被动，现在蒙多的被动是那个掉血那玩意儿了。晚豪出的时候蒙多也没改呀，关键我不是盖轮儿，他盖轮儿，瞎眼吧！起飞了，闪现掏回来，卡住跟。纯爷们儿是吧？我打的就是爷们儿。我败了，你看像我这种没有技能的时候，没有意义了，我就没有贴身手段了，他就应该过来。哎呀，他就应该过来 A 我了，回家了，就破败去。每次击倒之间的休息才是守护阵地。哎呀，这地方在我来之前无聊到了极点。但没关系，大石头人没有小石头人之前。啊！就我死了一把呀！当大哥的感觉比不当
干啥呢？你俩咋的？哎，一个小妹子搁这干哈呢？小妹妹，小妹妹也敢过来吗？我不能理解，打的就是妹妹。发什么信号？我要放峡谷先锋了。我给你两拳，小妹妹也敢过来。谁都说自己不喜欢暴力，可谁又不喜欢看？猴子给你们打破！谢谢，叫我一声留着吗？大家造起来吧！逃回来，阿杜根。快点抓紧时间，我们还能来一把。起飞了，回来吧你。差点意思吧。别别，文音，文音是我爸爸，给你打吧你。差一点点，我应该杀文音呢。虽然我粘不住他，但是啊，不行，我还是打不着他。还是不行，还是打不着他，唯一还是杀不了啊。所以这就是输掉的感觉。Legendary。关键我没有技能呢，我这一个技能我也没有啊。我最讨厌的就是个瓶子的人。快等着！我替你还是作为一个人。Shut down。Shut down。他们已经 Legendary。唯一是吧，我给你一拳。我偷回来，好，我溜。没打出来，可惜了。合成一首白甲，不跟他们打团了，我得自己打。
这推不下来了，下波我们推下路。蓝莲汉的亲爸爸呢？蓝莲汉的亲爸爸改名了，已经很久不说话了，他想要房管，哼，屈服了，看到没？谢谢冰山小王子。其实蓝莲汉的亲爸爸以前不叫蓝莲汉的亲爸爸，我不知道最开始那个亲爸爸上哪了，还是说他俩是一个人被迫改了个名？最开始蓝莲汉的亲爸爸就叫蓝莲汉的亲爸爸，后来变成了蓝莲汉的亲爸爸一，好像是。再后来那个蓝莲汉的亲爸爸就没了，不知道上哪去了。这就是传人中倒了一个亲爸爸，还有千千万万个亲爸爸。你王马，王马有退路呢？你有退路吗？没办法，用吃技能吧。啊！救救！救救！救救！快快快！救救！没有队友，我们直播间以后咱就不玩网豪了，省得我逃跑的时候老有人问为什么不开 Q。为了避免这种问题的出现，我决定晚豪封印。当命运递给你一个柠檬，就狠狠扼住他的喉咙。还剩最后一路，下把我们来个乌鸦。好棒，起飞了，中靶了。快点的，下一把我们还能打一把。